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看到是迷你世界中的球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。我现在在的是迷你世界可以无限用东西的创造模式，在创造模式下，我们可以秒挖土块，你们看，它很脆弱，我们也可以秒挖钻石块，一拳打碎，但是我们却无法打碎创造模式里的球。有人说，创造模式里的球永远无法被打碎。错错错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打碎球的方法吗？如果你们不知道，请打在评论区好吗？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吧。有人说用起源核心就可以打碎球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。伙伴们，现在我手里的东西就是迷你世界中的篮球，你们看，我们把起源核心放在这里，然后在前面放一个球，起源核心的背面我们放一个开关。伙伴们，你们现在评论区打出答案，起源核心可以摧毁球吗？ A 可以， B 不可以。测试开始，打开开关，你们看，起源核心并不能破坏球，你们知道了吧？它会从球的里面穿过去，你们看，所以这位小伙伴说的错。第二个伙伴说可以用剪刀试一下，伙伴们，你们说剪刀可以摧毁球吗？伙伴们，我们先把球放在绿色的草地上，然后找到迷你世界中的剪刀。伙伴们，现在我拿的就是锋利的剪刀，对吧？给你们一个选择，剪刀可不可以剪坏球？伙伴们，现在评论区打出答案 ，A 可以 ，B 不可以。现在我要用锋利的剪刀试一下，可不可以剪坏球？伙伴们，现在测试开始。一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位伙伴说对了，剪刀是可以剪坏球的。伙伴们，其实，在迷你世界中还有一件工具可以破坏球，如果你知道，请打在评论区；如果你不知道，评论区扣个一，我来告诉你们。谢谢。